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It's hard to breathe, but that's alright.Yo yo yo, Hello guys， 我是小林，你们最爱的卡片公道婆 ，A.K.A. Z.S. 哟。今天我们又来进行 NBA 2K20 买 T 模式，这次要介绍卡片呢，非常无敌爆干不得了 ，100 overall 小皇帝商帅哥 LeBron James， 喇叭赞，没错，各位 ，2K 终于出了100评分的小皇帝 LeBron James， 喇叭赞啊！那当初他刚破40000分的时候，我就在想。到底 2K 他妈的为什么不出100评分的老詹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有什么好不出的？各种逻辑都想不通啊！如果你想要割玩家韭菜，想要让玩家大喷钱的话，你怎么会不出呢？对不对？这时候出已经冷掉了嘛？是不是？虽然 2K 出了这张100评分的老詹，但是他是骑士詹，他也不是什么特别破40000分的老詹，就是骑士詹，可以打 PG 位的。所以这就代表 2K 之后还会出其他张的100评分老詹，你们相不相信？现在出 PG 版，下次就出什么小前锋版本，搞不好之后出一个五个位置都可以打老詹，相不相信我？好啦，刚才屁话说了那么多，我们老样子要先感谢借我账号的观众，这一次是我的频道管理员抽中的，非常感谢他。他非常猛哦，他完全没花任何一毛钱。我说你怎么抽到的？他说他就只是去打聚光灯送的那一包就中老詹。所以就代表什么事，会中的就是会中，不会中的你怎么抽就是不会中啊，非常屌，一包入魂，而且花零块钱，太屌了。整体卡片设计非常帅，红黑配色跟老詹骑士队的颜色其实算是蛮搭的感觉，然后特殊墨水画，底下 LeBron 这名字也是写的非常霸气，右下角英文写的角斗士，哦对啦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角斗士的风格啦，对啦，非常明显。谁考身高206公分，体重113公斤，这个身材模型在 2K 已经是非常吃香了，而且他还可以打控球后卫，所以完全非常无敌啊。属性的话，贝兰勾射 98， 罚球 98， 控球 98， 其他都是最顶的99。徽章有53个指徽章，23个金徽章，我们就不念了好不好，毕竟现在卡片念完嘴巴一定烂掉。看一下个性徽章，哇靠，怎么那么多，亲切友善，信心十足，好言相向，善于表现，魅力炒作家，温暖爱好者，大当家，哎呦差点没气。热区肯定也是全热区的。面部模型的话，哎呦这个真的是哇，刚加入联盟青色的老詹欸，头套詹，骑士詹确实都戴头套哦，有哦，这个感觉有没有？比较青色，没有像现在老詹那么老练的感觉。欸有欸，这张卡片真的有帅欸，果然是要出来削玩家的。左右手都有刺青，然后都有戴上黑白的护圈，下半身护膝穿好穿满，然后配上老詹自己的球鞋 Nike。最后各位有发现我给他穿上这一件超级帅短袖骑士球衣，当年他们逆转的时候就穿这件，干真的。这件真的是超级无敌帅的啦！其实我真的蛮希望联盟会在复刻短袖球衣，真的非常好看。骑士 1.0 的詹姆斯穿上骑士 2.0 的球衣啊，非常的屌。看一下团动作，果然就是老詹的。那投出去，我觉得非常的顺，没有任何顿点，到最高点放就对了。哇，好投欸！哇，真的好投，会有点微侧的倾，毕竟老詹团动作本来就。有点小侧的感觉，蛮特殊的、啊。他的跳投动作都绿的欸，目前按都是绿的。哇，好好投啊！啊，终于没进了，超级无敌好投。看一下后撤步的话，后撤步 OK， 这一招叫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王者侧投啊，没有啦，全明星接球玩太多。如果你有认真玩全明星接球派对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他的球员真的是特色都有做出来啊。哦，这个老詹跳投这些绝对都是没啥问题的，晃肩试一下，呜呼 ，OK OK OK， 团速度都非常棒。接着运球部分往前推，哎呦，又是这一个。今年2K24很多卡片都是装这一个，顿一下两下，然后就可以瞬间切进去了，瞬间加速。刚才各位有看到吧？备孕的话，哎呦，是这种甩过去的欸，哎，这个备孕好欸，甩过去可以瞬间这样拉过去，或是再变向过来，非常屌。然后接着看他的运球，哦，哎呦，呜、哦。瞬间大力砸地，最重要的全场顺势备孕啊，有一点小盾呆啦，还是有点小盾。如果没盾的话，这个运球会非常的顶，会直接绕过去，会小盾一下，但是已经接近快完美了啦。接灌篮，单手包扣，底线是一个 ，Oh my god， 右边底线再是一个，哎呦，这个反手扣，詹姆斯的包扣不用怀疑，拉杆条，哦，大鹏展翅，他以前年轻巅峰的时候，灌篮都是大鹏展翅，都要把人家手灌进去啊，哦。非常的暴力，
看他打球真的好爽，到底有没有360度啊？哇，飞太远了吧！这个双手暴扣飞太远了吧，基本上是罚球线哦，没有啦，有跨一步啦，但也是很远啊。最后老样子，三颗 logo shot， 第一颗老詹 ，no， 哦，有点稍早。第二颗，哇，差太多了吧？第三颗，有吗？很中间哦。No. 这是一个，过早 ，no， 哦，又是过早。这边呢？啊，太早。最后一颗，妈妈砸扣，好不好？来，妈妈砸扣 ，nope， 没有，准备来跳球 ，Bill Russell， 好、啊，我们跳到，那老詹，赶快过去，这边看一下要怎么打哦，卡到，杀喽，老詹上去，直接哇，2+1万，你来守我，就是要等着 Bill 2+1啊，哦，这个人的头有点屌哦，这个造型，哇，这个头有点像海豚哎、欸，罚球。OK， 一上来就2+1啊，在 2K 世界里，你身高模型好就是赢一切啊！哈，非法掩护，我霸权站在原地耶，他自己在那边飞走，哇靠嘞！备孕下，哎、欸，直接往旁边掉，哇靠，我运那么屌，直接甩开，结果放枪，挡到了，再上去，大鹏展翅啊！哇，好超，我扣分一个屌超，来了，杀了。兄弟，隔扣调上去，呜呼，呜，爽，挡下，又是直接过上去，再个隔扣，呜，哇，还做一个抖肩的动作，哇，好爽哦！哎，不可能呐、啊，哪有那么轻松？罗德曼吗？好，给 cover， 有了啦，顶级 cover， 这张卡超强，超无解，拿就喷，挡到 ，go。硬顶，哎、欸，一买饭2+1，哈，拦不住啊，吼，拦不住，他抓不下来啊，2+1，那我就免费再拿一分。对方跳喽，这边姆斯轻轻松松一个传导，整队17分，老詹就拿了14分，哎、欸，又是直接过，哇操，这次连隔扣条不用按，直接隔扣，哇，好爽，最后6秒，哎、欸、哎，哈哈。刚才那哪一招？3、2、1。第二节开始，先来打 Punch Fight。刚才没成功，这次应该可以吧？有了，轻轻松松 ，Truck， 碎啦，19分。这边超到，走喽，老哥，哇，又是绕过去。詹姆斯换手瞬间加速，有了，欧洲步他也搞爆。哇靠，我那么好，结果换一个，他没被我骗。欧洲步再一次，有了嘛？是不是？其实刚才那欧洲步如果他没有来补防的话，绝对会进呢、啊。罗德曼，啊，直接这样买饭哦，火锅啦！罗德曼，走嘞，詹姆斯，大空档，啊，干这游戏是怎样？不是，What the fuck?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喽，各位，刚才老詹休息，现在再度上场，一上来呢。就是继续疯狂炸裂篮筐啊！他没有补进去，我就一直扣，好不好？顶进去，你看拉一下，对方直接甩走三分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备孕是真的好，好的备孕带你上天堂，坏的备孕带你他妈克瑞备孕啊！我倒在光阿小，哎、欸，守住，哎，没那么简单，好不好 ？Russell， 姆斯，上去，哎、欸，靠背哦，打人了啦！你打球还打人，但是没关系，帮你抓，换个骗了里面，水够烂呐！詹皇的传球也是联盟前几猛的，那个传球很聪明啊！哎、欸，我的有没有？被我抄到，这边杀上去，哇，好爽哦！就是要这样一直隔扣啊！哇，好凶！他是要换人吗？还是怎样？有没有？一埋饭。超爽！哇，干嘞！对面守我那个会有阴影吧？33分，22投14中，超高效命中率。没有人守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哇，他放满离场了，真的会有阴影啊！而且目前罚球非常赞，投出去最高点放开一定会进。靠背哦，他一直犯规是怎样啦？这个人到底是有啥问题啊？这样没有比较好吧？哎、欸，别犯规！上去拉杆，
Holy shit! Oh my god! 他已经穿模穿到那个篮筐了呢。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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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一点。现在开投射主宰。对面这个玩家有狠哦。Nope。哇操！哈？哇，这 Kobe！ 哇，这 Kobe 好 Kobe 哦。刚才球真的有猛哎，这样能进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不管。哇，上去直接换手哎。但是他那个上篮动作通常不太好啦，老詹那个动作是不太好，因为前面有人的话很容易被干扰。刚才是因为有空档出来，哎，好超！妈嘞妈嘞妈嘞，这个拼劲！哇操，真的要打架了啦！傻小啦，45分，他都不让我秀哎！哇，犯规太多。你希望如何处理？那我们就退出赢得比赛了，好不好？毕竟他这样搞也没什么意义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刚才因为对手犯规太多，被系统强制让我选择中里啊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一张 PG 版100评分武士呢，完全没啥缺点，能投能切，投篮包又不错，运球包没有到非常顶，但是也不赖。然后他那个背运是真的好啊，再来他切入暴扣是真的很强，好几球上去直接扣，飞的点非常高。你就算没扣进，有时候会二加一啊，就算没二加一，对手手应该也被折断了。再来防守稳定性跟防守强度非常猛，毕竟这张武士的模型身材非常壮嘛，很多后卫顶他都顶不住。总而言之，总之真的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我说的太难抽啦 2K。